在高祖六年刘邦两次大规模的批量封侯，这两次共封列侯29人之多。但是熟悉西汉初年历史的人会发现，还有一些我们今天看来立有大功的人没有被封侯。这不仅是我们今天的看法，古人早就有过这个看法。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汉国的创立者刘渊就认为，西汉初年的陆贾对于刘邦江山的统一和稳定建有奇功，为他没有被封侯而打抱不平。那么陆贾究竟建有怎样的功勋呢？从陆贾没有封侯的背后，我们又能探究出刘邦怎样的封侯标准呢？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，为您讲述系列节目《大风歌》第28集《军功封侯》。大家知道，在西晋灭亡以后，有一个北中国的一个大乱时期，这叫五胡十六国。十六国中间有一个汉国，这个汉国的开创者叫刘渊。其实这个刘渊是匈奴族人。刘渊讲过一段很有名的话，叫吾长耻随路无武，将冠无文，随路于高地而不能建封侯之业，将冠于文地而不能兴祥序之教，岂不惜哉？这里边他提到了四个人，一个是随路，一个是将冠。随路叫无武，没有武功，将冠无文。将冠我们前面讲过，说将侯周勃给灌婴遇见汉文帝这样的明君，不能兴文治，太可惜了。而随路在汉高祖那个时代竟然没有封侯，太可惜了。所以五胡十六国的刘渊对刘邦的封侯已经有过一个非常经典的评价。那这个评价中间，随路是个我们新出现的词儿，将冠我们前面讲过。这随路是两个人，随是随和，另一个陆叫陆家。陆家是我们这一集要重点讲的一个大功臣。随和我们不说了，随和的功劳主要是策反秦部，功劳很大，没有封侯。再一个陆家，陆家在我们讲过的这一段历史中间已经出场过两次了。第一次我们上一集不是讲张良在遥关的时候曾经劝刘邦不要拿20000人去跟人家硬拼，先派人去跟人家议和，派的两个人是谁呢？一个利益基，另一个陆家，两个文臣，都是外交家，到那儿给秦国的将领谈判好，双方议和，然后一块儿灭秦，然后刘邦再发动突然袭击，把遥关守军给打败了。这是陆家的第一次露面。陆家的第二次露面是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鸿沟议和的时候。双方鸿沟议和的时候，刘邦派了很多人去劝项羽把人质放回来，这人质包括他的父亲太公，包括他的妻子吕后，还包括他的庶长子刘肥，还有他的侄子，一帮人要放回来。派谁去的呢？陆家去了。成功了没有呢？没有。这是陆家第二次露面。第三次露面是在刘邦称帝以后。刘邦称帝以后遇到了一个大事件，就刘邦已经把整个中原给统一了。我们在幸运之歌那一集中间还提到有一个人叫陈婴，他后来被封为唐武侯，他的曾孙女叫陈阿娇，这个人把今天的江西给浙江也替汉帝国收服了。但是在江西的南边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帝国，新的国家，这就是刘邦称帝以后在他的南边出现了一个南越国。南越国的国君
叫南越武王赵佗。这个南越国怎么冒出来的？赵佗怎么出来的呢？他和秦始皇有关。怎么和秦始皇有关呢？秦始皇兼并六国成功以后，北击匈奴，南征南越，就秦始皇派了50万大军去征南越，打了4年，最后把南越给平定了，建立了三个郡，一个叫南海郡，就今天的广东，一个叫桂林郡，就是今天的广西，还有一个叫象郡。这象郡就一直延伸到今天越南的中部以北这一块，当时叫象郡。这三个郡都在秦始皇的管辖范围之内。秦始皇派了50万大军征南越，而且打了2次。这个副统帅就是赵佗，赵佗是真定人，真定就今天河北的石家庄人。赵佗呢，在当时的秦始皇南征的时候是副统帅，后来他就做了南海郡龙川县的县令。龙川县是隶属于南海郡管，南海郡这个郡尉是个很有谋略的人，但是他身体不好。秦末大乱的时候，他病重即将去世，在他临去世之前，他把当时任南越这个龙川县令的赵佗招到番禺，就今天的广州来，他跟他说，中原大乱，中原的军队随时可以打到咱们这儿来，我看了看我们整个这个南海郡，没有人可以跟我能商谈大事，唯独你，所以我把你叫过来，我今天把你招过来是给你交代一件大事，我死之后我任命你做南海郡的郡尉，统管整个南海郡，你掌权以后要尽快把这个地方建成一个独立的国家。说完这个郡尉就死了，就把这个权力，他在临死之前亲自写了个任命书，任命这个赵佗做这个南海郡的郡尉，掌管南海郡。所以赵佗在前任死了以后，接管政权以后，就下令封官，把当时广东和中原联系的几个关口全部卡住。然后赵佗非常有心计，他动用法律找毛病，把秦始皇委派的那些官员一个一个全杀掉，全部换上他自己的亲信，把南海郡掌握住了。等到秦帝国一灭亡，赵佗就发动突然袭击，把桂林郡给象郡给吞并了，然后他占有了三个郡，自称南越武王，南越王就这样成立了，南越国就建立了。所以刘邦统一中国以后，就发现他的南边有一个南越国，要打吧，刚刚打了这么多年，不想再打仗了，所以他就派了一个人去为他做说客，把南越国问题给我解决了。派谁呢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陆嘉。因为刘邦手下作为说客来说，只有两个顶级说客，一个叫利益吉，一个叫陆嘉。利益吉呢死了，韩信灭齐的时候他不被齐王烹了吗？利益吉已经牺牲了，那么只有陆嘉，就把陆嘉派去了。陆嘉接到收复南越国的这个棘手的问题之后，就千里迢迢地从长安奔赴南越国。到了南越国以后，陆嘉竟然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，让南越王俯首称臣。那么陆嘉究竟说了些什么，能让南越王立即心悦臣服呢？这陆嘉很有心机，口才也特别好。陆嘉就给赵佗讲了三条。第一，
你可别忘了你是中原人，你的祖先坟墓在真定，你的亲戚还在真定，你别忘了你是中原人。你现在想拿着你那么一个小小的南越国和大汉中央来对抗，你肯定要完蛋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是借助天意镇住赵佗。赵佗非常自傲啊，陆家来的时候赵佗见他很不礼貌啊，就躺在床上见赵佗啊。西汉政府的使者来了，他是这样来见的，很不礼貌。但是陆家并不生气，陆家一番话说了他就动心了。他说，你知道现在掌握中原的是谁？掌握中原的是刘邦。刘邦起兵也就几年时间，灭了秦，亡了楚，做了大汉天子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，这是天意，这是老天让他统治中原的。你知道中原有多大？中原是整个中国最富饶的地方，是人口最多的地方，你一个弹丸之地，说起来无非就是今天的广东广西，你想对抗整个的中原，那你是拿鸡蛋碰石头啊。现在的是中央政府那些将领们纷纷都要说来灭了你，皇帝陛下没有这样做。所以第三条，我劝你归顺中央政府。假如你不归顺，中央政府只要采取三条措施，你立马就完。第一，把你老祖先的祖坟给挖了。当然陆家的话说的不好听啊，不能挖人家祖坟呐、啊，咱作为一种恫吓的手段就可以。你的祖先不是在真定吗？你的祖坟不是没迁吗？把你祖坟给挖了。然后你虽然跑到南越去了，你家里整个宗族在啊，把你赵佗赵氏家族给你灭了。第三条，派一员偏将带十万大军到你这儿来，你立马完蛋。就是你不玩的话，当地你这个南越的老百姓受不了了，杀你就像翻个手掌一样。三条一说完，赵佗本来是躺到床上接见刘邦的使者了，一听一激灵爬起来了，再不躺到那儿了，赶快起来道歉，说我长期生活在蛮夷之地，不懂得礼仪了，你千万不要介意。但是史记的这个赵佗传呢，写的确实写得好，他把那个赵佗啊既老实又狡猾的一面写出来了。这下面赵佗本来说这事就完了，就归顺西汉政府就不就行了吗？赵佗还不死心，又问了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他问陆家，他说你看我那个南越王和你们那个韩信啊、萧何啊、曹参相比怎么样？就我和他们几个相比怎么样？陆家回答了三个字：王似贤。大王好似比他们贤明一点。这话说了很有分寸，就大王好像比他们贤明一点，实际上我觉得陆家的骨子里认为你比韩信给萧何那差远了。但这话又不能说，你劝人家归顺中央政府了，你跟人家说了一塌糊涂，人家不干了怎么办的？所以陆家说了个王似贤。这赵佗很狡猾，又问了第二问。第二问叫吾孰与皇帝贤，就是我和皇帝陛下比一比，我和刘邦比，俺俩谁有本事？这话问的就大了。所以陆家说，他说皇帝陛下岂知沛县，三年时间灭掉强秦，
项羽背叛怀王的盟约，把皇帝陛下焚到汉中，然后还定三秦，最后合围垓下，灭掉西楚霸王，统一天下。这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儿。所以皇帝陛下岂能是你赵佗可以相比的人吗？你和萧何、曹参、韩信比一比，我还能给你个评价。你要说你给皇帝比，那恁俩就不在一个重量级上。所以赵佗一听哈哈大笑。赵佗一听啊，赵佗当然也很聪明啊，他知道他比不过刘邦，但他还要问这么两问，我比韩信、萧何、曹参怎么样，我跟刘邦比怎么样，问这两问都被陆贾顶回去了。所以这个赵佗最后就是这样吧，我这个地方呢也不大，我愿意归顺，刚好你呢跟我谈话谈得很对吧。赵佗就对陆贾很佩服，这一番谈话，有的人就是因为凭谈话而信服一个人，赵佗就是听了陆贾的话，对陆贾喜欢的不得了，他给陆贾讲了这番话，这样说的：月中无足一语，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。什么意思啊？整个南越国找不到一个可以对话的人，从你陆家来，我天天从你那儿能听到新的知识，所以你别走，留下来给我多谈几个月。一留留了好几个月，不让陆家走，送给陆家千金，然后还给了陆家一大批礼物，这礼物又值千金，等于陆家这一次出使双千金，收获很大。陆贾不费一兵一卒就收复了南越国三个郡，这个功劳已经让人赞叹不已。然而陆贾的功劳簿并不仅仅如此，他还建立了一个让张良、陈平等一流谋臣都自愧不如的奇功。那么陆贾的这个功劳又是什么呢？陆贾最值得研究的不是他凭他的三寸之舌为刘邦拿到了三个郡，陆贾还有一大功，就是他提出来了西汉初年的治国理念。刘邦手下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个问题，刘邦手下的文武大臣倒不少，这些人都有一个最大的弱点，文化底蕴不足。周勃封了8100户，仅次于张良给曹参，那是第三的功臣呐、啊，原来是干什么的呢？是个编织工，还会吹箫。这些人都不懂得治国理念，怎么治理西汉一代王朝？解决这个问题的，从理论上解决，从理论上探讨这个问题的，陆贾。所以陆贾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里程碑，西汉初年所有的人到今天还值得研究的就是陆贾。所以我们说西汉初年封了那么多功臣，这些功臣如果按我们今天来看，真正能够保证刘邦建立的西汉政府长治久安的是陆贾。陆贾提到了治国理念，这件事怎么来的呢？还有一个小典故，这个陆贾经常在刘邦跟前一说就说到诗和书，这个诗就是诗经的简称，书就是尚书的简称，就陆贾给刘邦说话经常一说就是诗怎么说，书怎么说，引证诗经的话，引证尚书的话，把刘邦闹懵了。刘邦从来没有读过诗书，然后陆贾一张嘴不是诗就是书，所以刘邦最后火了。刘邦这一火，刘邦说了两句名言，叫乃公马上而得之，安世诗书。
乃公，乃是第二人称代词，你公老子，你老子是马上打到的天下，我要什么诗书，懂那个意思了吧？我是在马上骑着马打下来的天下，你别给我跟前一张嘴不是诗就是书。陆家马上反驳他，马上能得天下，马上能治天下吗？把刘邦问住了，刘邦傻到那儿了，再说不出来了。所以陆家就给刘邦出了个大难题，马上得了天下，能不能马上治天下？马上马下之争实际上是个治国理念之争，怎么治国不是你马上就说了算的。而且人家陆家能举出来很多例子啊，陆家饱读诗书啊，他说历史上倒是有那么三个人只靠马上的，一个吴王夫差，一个晋国的智伯，还有一个就是秦，刚刚被灭掉了秦，这三个是只靠马上，结果夫差被勾践灭了，智伯被韩赵魏灭了，秦被你灭了，马上治不了天下，在马下治天下。这一说，刘邦更说不出道道。刘邦说，这样吧，你替我写写东西，总结一下秦为什么亡，总结这个经验教训，你再把历史上所有亡国教训都给我写一写。陆家就写了12篇，每写好一篇递给刘邦，刘邦一看就叫好，左右都呼万岁。后来这12篇合起来就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一本著名的书，叫《新语》。新旧的新，语言的语，陆家《新语》这部书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非常重。西汉初年真正的功臣是陆家。那么陆家分析的是分析什么呢？相使秦义并天下，行仁义发相胜，陛下安得而有之？假如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，行仁义，效法先王，用文治来治理天下，你刘邦怎么能从人家秦国手里边夺得天下呢？刘邦一听傻了。其实刘邦应当总结两点，刘邦只总结了一条。大家还知道三节之说了吧？我们前面讲过三节，其实三节是刘邦对自己灭项羽的一个总结。他让大臣们谈一谈，我为什么项羽打不过我能灭了项羽。大臣们说了好多，他说因为我有三节。这说明刘邦思考过他怎么打败项羽的，但是刘邦恰恰失去了一点，没有思考过怎么夺了人家秦朝的天下的。陆家给他点出来了，陆家点出来了刘邦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两点。第一叫逆取顺守，第二叫势利而亡。逆取要顺守，只凭借暴力一定要亡国。这两条说的刘邦哑口无言，所以陆家在新语中间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观点。第一，要反秦之弊，裕民休息，这就关系到治国了。反秦之弊，裕民休息。第二，要益农，以农为本，轻徭薄赋。第三，要无为而治。其实这三条，与民休息、轻徭薄赋、无为而治是相通的，就是对农民好一点，少向农民伸点手，别老去掏农民的腰包，让农民得到休养生息。
陆家这个观点奠定了西汉初年将近70年的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。人们一般认为，入汉以后总结秦朝灭亡原因最有名的是汉文帝时期的贾谊。贾谊的一篇《过秦论》不但使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，而且还给人造成了这样的误解，似乎只有贾谊认真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原因。其实远在贾谊之前，陆贾早对这一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，并且为汉朝的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。那么陆贾这位立有如此功勋的重量级人物，为什么没有被刘邦封侯呢？可以说陆贾对西汉政府是立有大功，但这个人没有封侯。为什么没有封侯？封侯的人都有功。大家看这个，这是《史记·曹相国世家》记载的曹参的功劳，灭了2个国，122个县，俘虏了2个王，3个相，6个将军，还有多少多少人，军功啊，这是灌婴的军功，记载了非常详细，灭了几个国，抓了几个人，俘虏了几个人，清清楚楚，范哙的军功，每个人都记录的清清楚楚。我拿这三条想说明2个问题。第一，汉代封侯是以军功为功，没有军功的像陆家那样的，再有功，没有抓多少人，没有灭的什么多少国，不算功，说明这一点。第二点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是根据军功档案写的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是有根有据的。那么这种以军功封侯的制度是惯例的还是特例呢？是对陆家一个人还是对所有人都是如此了？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我们举萧何吧。张良封侯我们讲过了，萧何封侯也有麻烦，因为萧何没有到前方去，萧何一直在大后方做后勤部长，保障刘邦在前线的作战。等到萧何封侯的时候，刘邦说萧何是首功，结果大臣们集体抗议，大臣们说了一番很有名的话，说臣等身披坚执锐，多者百余战，少者数十，和攻城略地，大小各有差。就是我们这些人攻城略地打的这个仗太多了，大了打了上100仗，少了打了几十仗，萧何有什么功？凭什么萧何是首功第一啊？所有的功臣跟刘邦对抗，这是刘邦第一次遇到大臣的集体对抗。最后刘邦急了，讲了一番话，刘邦那话讲得很有名，而且这番话里面刘邦在中国词汇史上发明了2个词儿，这2个词儿只用了一次，再也没有用过，一个词叫公狗，一个词叫公人。公狗就是有功之狗，公人就是有功之人。就萧何封这个功劳第一，大臣们不服气啊，所以刘邦就讲了一番话。刘邦这样说的，他说你们看见过打猎吗？大臣们说那他看见过。他说你们看见过打猎的时候那个猎人和猎狗吗？他说看见过。你们知道捕获猎物的是什么呢？大臣们说那是猎狗。指挥猎狗去抓捕猎物的是谁啊？那是猎人。刘邦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们都是什么呢？你们都是抓猎物的公狗，只有萧何是公人。刘邦的话很粗，你哪能说一个功臣是公狗啊？刘邦就这样说，你们所有的功臣攻了这个城，攻了那个，抓了多少人，那都是像猎狗一样在前面去抓，你们都是公狗。
指挥你们在后边前面抓的就是萧何，他是工人。当然现在我们表彰任何一个功臣说您是公狗，一定不会同意。但是当时这就是一个刘邦发明的褒义词，他这一说大臣们全傻了。你说给皇帝还去讨论什么，弄了半天打了这几年仗，最后落了个公狗，他在那啥也不干，最后他是工人。所以萧何被封为挫侯。我们举这个例子只在说明一点，西汉初年的这个我们讲了这么多级封功臣哈，其实就是按军功在封，这不是刘邦一个人定的，是所有大臣的共同的认识，这叫共识。为什么大臣们集体反对刘邦啊？因为大家达成共识了。为什么随和陆家两个人不去要求那得给我个侯，为什么不去要求了？他也默认了。就国内就是学者提出来，西汉初年有一个军功受益阶层，因为立了军功而受益了。不光这一批人中间的上层都封了列侯了，下层呢，普通士兵呢，普通士兵因为有军功也得到了爵位，得到了很多特权，从上至下有一个军功受益阶层。这就是刘邦西汉政权的统治基础。西汉五年，刘邦消灭了项羽，平定了天下。到了按功封赏群臣的时候了，功怎么定，赏又是什么尺度，众多功臣意见嘈杂，经过一年多方方面面的考量，刘邦最终才拿出了按军功大小来封侯行赏的方案。那么这个深思熟虑的方案又具有怎样的利与弊呢？那当然这个军功受益阶层产生以后肯定是有利有弊，肯定是有利有弊，他一件事情出来了嘛。那么军功受益阶层的出现利在何处呢？利在于他们是西汉政权的受益者，既然是西汉政权的受益者，他们会坚决支持西汉中央政府。特别是刘邦封了这些列侯，下面我们很快就要讲到刘邦逐杀异姓诸侯王了。刘邦杀这些异姓诸侯王是凭借着谁去杀的呢？是以侯杀王，靠的就是这些列侯。吕后他最后他那个集团整个覆灭了，覆灭在哪儿？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功臣集团在和他对抗。这个庞大的功臣集团不是上面周勃陈平那么两个人呐、啊，是一大批人，都是因功受益的人，他们是支持刘邦的。所以功臣派给皇族派的利益是一致的，所以你吕后你再搞出来一个吕氏外戚派，皇族派不赞成，功臣派也不接受，功臣派的力量很大。为什么刘邦死以后，我们前面讲过，讲立殇就讲过，说立殇专在死人的时候发挥作用。刘邦死了以后，吕后要杀诸将，为什么杀诸将？这些将领就是被封列侯的功臣，他们是支持刘邦的。吕后要想掌权，不把这些人收拾住，吕后掌不了权。所以吕后四天不发丧，想把这些人全杀光。最后立殇一劝，他撒手了，不敢这样做，因为这批人太大了，太多了，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。所以吕后最后放弃了，不敢动。这是一点。当然军功封侯也带来了一个麻，带来了一个弊端。什么弊端呢？像萧何，像张良还问题不大，因为他们靠谁啊？靠刘邦站出来替他们说话，说你们是狗他是人，你们是公狗他是公人，就可以跟他们封侯啊。
陆家就不行了。再往后到汉文帝朝，像贾谊这些人也不行了。所以军功授益阶层啊，这个军功阶层，他们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他反倒成为压制后起之秀的一股势力了。所以你看那个贾谊在中央政府待了没几年，贬到长沙王做太傅，最后又转到梁怀王的太傅，梁怀王坠马而死，最后贾谊哭泣而死，33岁就去世了。排挤他的就是将官，因为他们是最有军功的人啊。所以军功阶层出现的固然有他巩固西汉中央政权的这个一面，但军功授益阶层也有一个问题，他压制了其他的立功的人。所以军功授益者和没有军功有贡献者，他之间会发生利益冲突。我有军功我受益，他就没意见，我有贡献我没有封侯，我就有意见，这样就会产生冲突，有时候这个冲突还会很激烈。那么这些事情我们该怎么看待呢？请看下集第一功臣。谢谢大家。刘邦从起兵反秦以来，在他身边就不断地出现一些能帮他出主意打硬仗的人，这些人在历史上都赫赫有名，比如张良、曹参、萧何、韩信等。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帮助，刘邦建立大汉王朝也是水中月镜中花。那么在刘邦7年的反秦灭项战争中，谁能堪称是第一功臣呢？在刘邦集团谁的功劳最大？刘邦心中的第一功臣又会是谁呢？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，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《大风歌》第29集《第一功臣》。